go.其实这张纨绔的专辑，其实算是筹备真的蛮久的，差不多一年三个多月。那为什么会筹备那么久？是因为其实这次的一些创作的比例多了一点。那可能大家一般会认为说，韦伯都是唱一些可能快歌或是 hip hop 的一些歌曲。那其实这张专辑，尤其是在自己创作的歌曲，可能是抒情歌的比例反而变多了。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。这张专辑对我来说，为什么叫纨绔？其实不是叫人家去耍酷，而是玩出自己的个性，玩出自己的态度。那英文有一句话叫 work hard, play hard, 那就是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玩。那其实我觉得这放在我的身上还蛮成，因为我平常就还蛮爱玩的，但是该认真的时候，工作的时候也还蛮认真的。那希望纨绔就是所有的年轻朋友们，可能就是你去认真享受你的生活，认真的去玩出你的学业，你的工作。那他们说认真女人最美丽，那认真的男人就是最酷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的感情观一直都是随缘吧。那当然我还是抱着很正面的一些态度，很积极的一些态度。其实在专辑里面的歌曲，我其实像每一首歌我都不会把它设定为那种非常歇斯底里的，就是很难过的那种，因为我觉得人生里面感情其实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，抱着随缘的态度，我觉得那是最好的，这样子才不会变成一个可能一个偏执狂，或是一个嫉妒心很强，或是一个你知道就是占有欲很强的一个人。因为说实在，你可能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是这样子，比如说你爱过一个女孩子，爱过一个男孩子，那分手的时候很痛苦很痛苦，可能过了一年或三四个月，你发现你又认识一个另外一个喜欢的男生或女生的时候，你好像就把前面那个忘了。所以我觉得在当时可能碰到挫折的时候，就是不要那么的灰心，因为人生还是很美好的。所以很多歌曲，我的歌曲其实都是虽然有难过的时候，每一首歌都有陪伴你难过的时候，也可以陪伴你可能又再次恋爱的时候。